在关心的学校教育前近15年的中华市立关心的团演奏的系列是名扬国际，为了让中华乡亲也可以欣赏到中华市立关心的团演奏，市立关心的团在12月23号下午在中华音乐厅举办圣诞巨响音乐会，欢迎乡亲可以节目欣赏。成立在2003年的中华市立关心乐团，目前已经是世界出名的乐团。在前几年，佮受到法国巴黎音乐学院的邀请，前往法国参加台湾佮法国交流音乐会演出，演出是相当成功。这届中华市立关心乐团将结合十指城市爱乐关心乐团，佮台北市立中正国中弦乐团共同演出。中华市区市长指出，这届市立关心乐团是以乐团新秀系列教为主题，所以特别安排两组双协奏，是一场非常难得的音乐演奏会。彰化市立管弦乐团啊，预定呢啊，咱这个12月23号下晡2:30，要伫咱彰化县政府演艺厅啊来举办今年度的公演哈、哦。那么今年度公演主题是圣诞巨响哈、哦，它今年的特色就是呢，除了咱彰化市立管弦乐团以外，啊，那个邀请到戏子城市爱乐管弦乐团，搁一个狂想管乐团，一个咱台北市立中正国中的弦乐团，总共呢啊四个这个音乐团体，大家做互相的交流，精彩的这个表演啊，会当呢回馈咱彰化啊市民呢更好的音乐响应。12月13号开始啊，咱来这个啊开始锁票哈啊，欢迎大家提早来订座啊，咱这十五年来的这个公演拢非常水准，而且这几年啊，咱的整个管弦乐团到世界各国做一个参访，包括今年啊到日本哈啊，这个东北哈，咱、啊、的野田村，诶，这个演出，咱去年的新加坡，一直顺利欧洲、德国等等，拢得到呢啊，真高的这个评价，看到的进步，就是咱啊这个中华人共同的这个期待。柯市长强调，在短短几年以来，中华市立管弦乐团到世界各地演奏，成绩绝对值得大家继续支持和鼓励。有兴趣的乡亲，会当到中华市公所社会科或者是中华艺术馆来客票。新中华新闻北平林中华采访报道。